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宝。现在我们国际服赛季是已经来到了 S17 哦。那想当初我从 S1 那时候开始跑，很多的回忆停留在以前呢、啊。那有看过我的观众都知道，我之前有出过一部用蔷薇棉花糖到陆府去实测 S10 能不能存活。那时候测试啊是完全没问题的、哦。那我就想说，现在国际服 S17 更新的东西也更多了，那就来测试看看以前 S1 大家都爱的棉花糖，在现在 S17 赛季究竟能不能存活呢？还是会被排挤？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影片吧。哦，我突然有点紧张啊！S17 耶，跟那时候陆府也差了有7个赛季耶，整个加起来是17耶，哇，很多哎！哈，有点起步，哇，感觉这场的人都好蛮强的、哦，而且真人蛮多的这场。哎，这边神去了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人机吗？不是吧？哎，这人机有点可怕哎！这个车神主牌怪怪的哦，而且。为什么我们的车神就这么慢？我们蓝队队友6、7、8哎、欸，确定6、7、8了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的人机这么快？怪怪的哦，不是吧？这个玩家吧，如果真的有这么强人机的话，那我觉得我该退友了、欸。我先想办法啊，不行，我刚刚那个气不应该这样开的，我先想办法追追看，不然这个。太夸张了啦！这个人机这样，大家怎么玩？我有吓到。哎、欸，我才第一场用蔷薇棉花糖，想说来测试看看，就直接被人机洗脸，不会这么惨吧？让我拍个影片嘛，好不好？让我测试一下嘛。好歹那时候陆服我还跑得有点顺，我这第一场我直接就被人机电爆，不会吧？我是很努力在追嘞，我是连他的车尾灯都看不太到。尾流都吸不到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红队是玩家都在我后面，然后一个人机在我前面，这情何以堪？这叫我怎么玩得下去？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真的看不到、欸，哎，太扯了哦！哎、欸，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接受，这个我第一次被人机这样子虐待，我跟他差了4秒、欸，哎。哇塞，不，烤窑他根本就不是，他是人，哇，他是玩家啦，怎么会有人机说乔宝哎，烤窑，哇，难怪这么强，哇，你是扮猪吃老虎哎、欸。好，经历了上一场我们被人机洗脸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第二场，不知道这场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让我们看下去。我旁边的车都很凶哎、欸，哇，起步也不让一下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哇哎、欸，现在的车子。对抗已经没办法比，我就像一颗皮球一样，碰到就直接被踢开，有没有？哇，这边又是一个1-3的局面，怎么这么辛苦啊？开个棉花糖没有必要吧？哎、欸，我平常我开，哎、欸，他干嘛自杀呢？没有人碰你啊，兄弟。这边我先想办法把这个第二名给干掉，让队友上来。我等一下出去的时候，刹个车来坏坏一下。哎、欸，他直接从我头上飞过来啊！哦，因为他这边不是一个平地，他是一个跳出去的一个弹射，所以如果我刹车的话，他等于是直接从我头上飞过去啊！我的天哪，我真笨啊！怎么会这样子嘞？这场又是一个队友6、7、8，然后我要去追一，然后追了也赢不了的局面。啊，我平常开那个什么 GT3 开麦拉伦的时候，就一直都是人机，要么就是。很轻松就赢啊！我开个棉花糖，然后一堆真人，然后直接让我不想要好好的赢一场。我的天哪，是怎么样？我被系统排挤了是不是？想说我他妈开一个蔷薇棉花糖就把人机都给我，不要这样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这个棉花糖应该是不行的。我觉得现在时代哦变迁太快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下一场我直接受不了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被选到这个什么？这个先锋行动可以干嘛？我直接受不了啦，我直接换 GT3 了，好不好？我这场我都不相信会再输。好，这边，哎呀，我这边应该再多几颗的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走错了，完了。哎呦，这个空气是不是？哦，很强哎、欸。哎呦，今天都遇到不错的玩家哎、欸，这样就对了嘛，这样玩起来才有那个竞速感，
才有那个竞争感。除了第一场我被那个人机骗了之外，其他我就觉得很爽啊。不过跟那个人机跑起来也是蛮爽的，就是才有一种竞争感啊，才好玩嘛。哇，这场就有点尴尬啊，虽然是有个队友在第四名，但是我们还是落在七八。这边关键是我跟我们的第四名，我们都要一定要往各一个要往前一名才有可能会获胜。但是哇，这个第一名很强，我追不到哎、欸，而且我还一直在失误。我在努力了，我在努力了，队友，我在努力了，加油加油！哎、欸，我不要骗了，哇，我直接以为他要走这边，我就跟他一起走，结果我自己撞墙。哇，这边卡一下蓝，啊，应该没机会了，快到了。哇哇哇，完蛋了完蛋了！队友可以了吗？靠你了，你可以上第三吗？哎、欸，上第三我们也是输三四七八，哇，虽败犹荣啦，好不好？很可惜，很可惜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玩。我觉得就是要玩家跟玩家这种竞争嘛，不然每次人机在那边骗我，要不然就是人机在那边耍我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今天一场都还没赢过哎，我的天！如果这场再输，我就不玩了。哇，这场我觉得有可能会输哎，他们是重装氪金玩家啊，是怎样？风之谷？哎呦，刚刚怎么会有一个人直接360度往回开呢？哇哇哇！我、哦、这场大家很凶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好啦，我知道你们的主流车很强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没有买那台，干嘛这样啦？哦哟，我就没有买魔光骑士，也要这样对我？奇怪哎、欸，我就买个 GT3 爽爽的玩一下，不行啊？你们要这样挤我？哎、欸，太凶了吧，这个鲁鲁。哇，好，至少我们现在这场是看起来是有机会。还有两圈可以追，加油，我的队友，冲啊！我你看，我一靠近他们就准备又要杀人了。好，这边一个双甩直接接连弯，来到了第二名跟第一名战争。哦，这个是开那个 SRX9 棉花糖撞你一下、欸。没有，大哥，我不是要故意挑衅你，我只是想超车，不小心顶到你的屁股，好不好？稍微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好不好？借过，哎、欸，借过一下，拜托啦！哎、欸，对，借过一下嘛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自己有点乱了，鲁鲁，等一下啦！哦，对嘛，这样就对了嘛，好不好？给一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大哥。鲁鲁，我们两个怎么这么有默契啦？我是故意的，好不好？我刚刚就是要卡他，让我队友上来，那我在后面帮他做一个 cover， 有没有这个 cover 就对了。队友，你放心的跑。我在后面，好不好？我在后面稳稳的帮你，你就放心的跑。好，来来，一打三，一打三，让各位看一下什么叫一打三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这就一打三就成功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一直以来最强的招，只要告诉他们前面，你看看前面有氪金车，他们就会失误了。有没有？这就获胜了啦！一二，直接，好不好？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了？这就代表你的车子再快再强。对抗再厉害都没有用，靠的是什么？大腿。嘿嘿。好啦，那很遗憾，今天宣布我的蔷薇棉花糖失败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是还在努力的乔宝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